在中华民国103年天恩岁次，大运即农历五月七十日，农历五月七十日，只因啊，咱这个玉雕江景皇玉皇三公主娘娘啊来煎熬咱土地边啊来试验。正信书比班山顶海边雄花四个功德有无大金古位，一日拜言一言啊来敬答玉皇三公主啊来祈求啊咱地府千岁五府千岁王爷王爷夫人官兵礼班丁将不言天上地孤侠与神官降印与神将天上圣母高龄高家文行圣地官兵义勇就将军啊，以及将威廉公啊，这个部下将手的兵，一切威廉会当心通光大道无边。来，比如啊，咱普济殿以及玉雕宫啊，这主任委员长委员。头家罗主将信主合定，给他母小平安，若安小怀，若家田木修，小家保平安，素食无灾，不折有幸。那做生意，为咱公司兴旺，财源广进，利落行通，出发上。玩乐机，大家会当在中天灭福祥变气，已经啊宴席开始啊来闹灯接龙，有请两位老先东搞花堂天和位。好，先前进，我好定是要。吴江门，入来。祥云。